时隔数小时，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贾布里勒在迪利波里举行新闻发布会，亲口证实了统治利比亚42年之久的卡扎菲死亡的消息。早已躁动不安的迪利波里顿时炸开了锅，人们纷纷涌出家门，室内枪声不绝于耳，大街上交通拥堵，过往的汽车纷纷鸣笛，许多人举着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旗帜，一些民众自发向过往车辆发放糖果。在卡扎菲的家乡苏尔特，全副武装的执政当局士兵们集结在坦克、军车和火炮周围，以对天鸣枪、互相拥抱和挥舞武器的方式庆祝战争的结束。在拜尼沃利德，在班加西，同样的庆祝活动也在进行。半岛电视台播出了行刺卡扎菲者在地上被拖动的录像画面，其人上身半裸，面部满是鲜血，在头的一侧可见一个弹孔。利比亚执政当局国防部官员介绍说，卡扎菲在被捕的过程中，他的脸部、腿部都被击中，在被送往米苏拉塔的路上，因伤势过重而死亡。